后面没人，。宗主，怎么了？卫队已经找到了安营的住处，他让你一旦发现这个人，立刻进行抓捕。严春生，超，哎，来，让咱们人看一下这照片，只要发现直接抓。行，知道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啊，先走了，辛苦。刚下班吗？刚下班。去哪儿？去银行取钱。哎，你好，这边。好，谢谢。灰还是干的，没准昨天用过。不好说呀，没准人今天还用过。如果严春生在屠宰场进行的分尸，那这个地方很可能是第一作案现场。所以我们现在着重要找血迹，尤其是喷射装。对。对，看这儿，技术应该快到了。报告先生，先出去。